小兰恋爱教学。耶，我今天刚拿到一笔约会资金，看我今天怎么给你们放个大招啊！今天所有的安排你都要听我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先换上漂亮的衣服。哎，这个粉色的好，哎，还挺不错呢啊，是不是就很好？哎，哎，生什么气嘛？不喜欢吗？那我给你穿裙子好吧？这回行了吧？这回。怎么还生气呢？哎呀，这就生了好不好？这身很好看，多好看呀！喏，这个帽子戴上，是吧？哇，这个帽子更可爱了，我的妈呀！嘿嘿嘿，我们今天出来约会啦！哎，哦，你找到什么？啊，好可爱呀！我的妈呀，给我抱抱好不好？啊，给我抱抱。哎，转过来嘛，转过来抱抱。嘿嘿嘿嘿，啊，我们去拍照吧。来，我们站在这里摆一个 pose， 啊，这样子耶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吼，我的妈呀，啊，太可爱了！你看你看，多可爱，好看吧？哇，还挺好。嘿嘿，已经成功的攻略了小忍。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呀！哎，你们想不想拥有同款女朋友呀？1000元约会资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。